干什么呢？别动手啊！拿过来！别动手！拿过来！我让你别动手！听到没有？拿过来！你松手！拿过来！你松手！你妈的，是不是？ 我这……别动！自己人。谁啊？这是？我女朋友。不是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别说话。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？别说话。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？别说话。什么别说话？你不在局里面待着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对呀，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，我就不能出来玩吗？ 你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让你干啥呀？谁呀？我就接你嘛。我用着你接呀？我这谁让你出来的？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？我错了。错什么错？错！现在你还敢凶我？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？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？那我编什么呀？编你妹。 你婶儿，你奶奶，你说啥不行？非说我是你女朋友？我刚才救了你，那不应该的吗？别一脸不屑的样子，你歪着脑袋干啥呢？脖子扭了呀？不是扭了，我帮你治啊，好了吗？行吗？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？星哥，嗯，啥东西？ 哈哈哈哈哈！他们到底是谁啊？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。这么刺激啊！你是吓着了吧？别忘了我爹是谁。 这还算事儿啊？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？走。